最好的朋友讲过，认识你很丢脸。为什么？跟你讲，他就是就是。跟你讲，出来跟你讲。跟你讲，就是比如说，就是像刚刚 Kit 讲的，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对对对，你被 Kit 了，你被 Kit 了。对，就是就是我们是朋友嘛，这样子啊，你可能你的朋友旁边啊，我不认识，他在讨论我，因为我在网络上也有拍影片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他就会知道说，他们在讨论我朋友，就是会不会说，我认识他，或者是说，你看他怎么走，他就说，是哦，好，就是假装不认识这样子啊。对呀、啊，有什么好丢脸的？你拍了什么样的影片让人家吓成这样？就是比较做自己呀、啊，就是比如说像这样讲话啊，或者是做一些事情啊，包槟榔啊，没啦，就是一些自己生活上的事情，但是就是比较生活上，比较本土一点的、啊，就是比较真性情这样子。对，可以请问一下你三围是多少？34C，26，36。你好难啊你。34C 手背很少这么粗的，没有，那是因为我就是对有在打人啊，所以我比较壮。打谁啦？有在打人啊？常常去网页画图一下的，没有啦。很屌很屌很屌，反正这就是我的招牌，然后他就会觉得我很丢脸，然后他就会跟我说，人家都在跟我讨论你，我都不想承认我认识你，好丢脸啊，你写的公差小哈。但是我当下我这样回他，我当下这样回他说哪里丢脸了，怎么可能会很丢脸什么的，这是很棒啊，他说不要，就不要让我同学知道我认识你会比较好这样子。那你会很伤心吗？不会啊，就是骂他一下这样就好，无所谓嘛。对啊，啊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卖假！我要表演的是黑历仔的故事。什么？啊？黑历仔？黑历仔的故事？黑历仔的故事？黑历仔的故事？六怕白鬼吧？六圣鬼吧？圣什么啊？就是那个黑历仔。黑历仔是什么？天九牌。天九，对，白酒，我们叫做欧连吧，欧连吧，是一首歌吗？对，它是郭贵宾大哥的歌。哦，来，请进。真的很喜欢他哦，他蒙情啊，宝贝。我就来这一次，等一下下次遇到不知道什么时候蒙情啊。哦，先吃一次哦。对。哦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哦，这首歌太屌了，郭贵宾有做这首歌，好厉害哦，怂够的，厉害。他那个歌词的内容你们都了解吗？那个就是等于在玩牌的一个过程跟心情哦，亲情，心情哦，我想说你们还有亲情，我那天回出来，他有说拿到什么天九有没有之类的，什么之类的强哦，我总共只听了有嘞，我就听得懂。这首歌你会唱了几年啊？哦，好久了，好久，我国中就会了耶，真的，对，所以你会这首歌，就一定会他另外一首象棋捞大，对不对？
像洗老大，像洗老大那首嘛。拜托你不要鼓励啊！妈妈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台中的啊。台中的、哦，台中就是比较会玩哦。所以你到 KTV 会唱这首？哎，我朋友都会点给我唱哎，我不想唱，他每次都要叫我表演这首歌，他们都很想要听我唱那首歌。而且你不只会唱，你还会跳舞，还有对啊，对啊，操作知道吗？对啊，我就是一个非常很适合热场的人，非常很适合，是是是是是，OK， 非常加强哦，嗯，对对对。